有全体工作人员，麻烦到我们坛前来集合，稍等，要来团拜恭迎我们金山临安尊王圣驾。大家一定要遵守他们的规矩，那个位置让我们的主教队，可以直接过去，可以直接过去，大家拜托起来，我们的民众很自动自发，大家的都很辛苦，我们大家都很辛苦，麻烦现场有戴帽子的好朋友，不论是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还是现场的民众，为了以示对尊王的尊重，麻烦大家把帽子拿下来，谢谢。
三月二十二日良辰吉时，遇到伫咱老父老祖陈英龄圣尊的英龄国产汽车，由董事长王志良先生、会长王冠明先生率领楼下众技术人员全体上车分享。全体归依，请咱现场的朋友吼，咱若有帽仔袂揢起来吼，拜托一下。啊，若要跟跪拜的吼，嘛会使吼。天文岁数零一年，十月二十二日良辰吉时，落下奖是千年顶，恭迎迎青山宫青山林安尊荣，正日鸟境大日。全体人员，吉木大气球，披有手臂南山高风景，咱无乐有保安营，日日出财得正义，刚想你都办事情。再水电草，好向分享，平安顺心，求事业得在你。全体人员，一上向拜，恭祝不离信主圆满成功，再上向拜，祈求风调雨顺。国泰平安，不再有情，事事无灾。万上香拜，祈求咱临安尊王圣威显现，祈求全台疫情退散，恭祝圣诞千秋，圣威显现，妙音传万年。全体人员上香拜，全体香拜。请一香献香入炉，五座青山观天下，枯树依林岸，海浪波涛乌水高，灰暗森林中车来，雨水放到枯林下。献上香花茶，四季丰收下新温，献请奉献。遇到咱董事长王志良先生，代表献歌。平安顺心万事兴，请奉献。献花，花开富贵庆红河。请奉献。雨水临岸，海浪波涛乌水高，灰暗森林中车来，雨水放到枯林下。献上里面，大献心意，传万里。献，请奉献。来，有着咱会长王冠明先生，再次献上礼拜。大家好收听，献献上地球嘞，
烦吼，其他拢卖卡人，这边的人都不要再站了吼，麻烦移动出去，麻烦这边的人往后退，这边的人都不要站了，好，人都不要在这了吼，要不然就往后退，拜托一下。有着咱伫咱富罗主，咱清一点圣尊的天龙国际汽车，送着咱八个青山宫地球的火车一台。对着边走。